好，这是一个电路嘛，然后它的，我们这里放个电阻。各位知道这个是正极，这是负极，那电流就会从正出发，然后经过负。那我们只是在复习高一或是国中学的。我们把这个电线放大，那里面实际上在跑的，实际上在流动的是电子，虽然这是很后来才发现的，因为电子是后来才被发现，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接受它，就是电子，实际上在跑的是电子，而原子核不动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选一个截面积，它穿过这个截面积，在一段时间内穿过多少的电量，就叫做电流。代号是 I，那它的定义。就是电荷的变化，穿过去的数量，那去除上时间，这个就是电流的定义。那么电流其实是因为电荷被推动流动才会流，那它有一点像是可以用水流来比喻。以前的人们。他看不到电线里面的电子在流，但是他可以用比喻的，用水流来比喻。那电池就相当于推动水流的一个装置，就是pump，这个泵它就是把水哦，类似从把水从那个低的往高的地方搬。那如果你把电子看成是水，那电子流的方向是跟电流方向相反。那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，把它看成是好像电子被一个泵浦，然后这样子抽上去。抽上去这样，那抽上去以后，它就会有电位能，电位能就是电路里面的位能，就有点像重力位能。重力位能高的地方，重力位能高；低的地方，重力位能低。那物体会从高往低掉下去。那只是在电路里面，它并没有真的分高低。可是我们可以用比喻的方式就是。电位能高的地方会往电位能低的地方流过去，这样。那对于电子来说呢，是负极电位能比较高。然后对于正电荷来说，则是反过来。对于正电荷来说的话，如果今天真的是正电荷可以跑，那就是反过来，应该是。正极的电位能比较高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有正负啊？这样相反，其实是历史上的原因。以前曾经，自从富兰克林他去接那个闪电，各位有听说过吗？这个富兰克林在台风天暴风雨、闪电打雷的时候放风筝，为了要证明。那个闪电的电跟它摩擦起电的电是同一种，然后所以就去放风筝。在那个时期，人们曾经还以为说这个电是有两种，因为有相吸相斥嘛，所以至少要有两种。然后曾经认为两种是不同的两个固体，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才
发现说其实应该是负电在流这样子。那我们这里就没有要很仔细的去说明它的过程啊，就是只能说我们接受为什么有电子流和电流，那是因为很久以前曾经把它们当成是两种不同的电在，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是真正在流的是电子。好，那么。这种把它抬高的哈，叫做电动势，就是这种你要把电子把它增加它的电位能的话，你就要有一个能量来源，能量来源。啊，这个能量来源呢，不是来自于电本身，它是转换成电，某种能量，然后转换成电的能量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抬高，在电路里面把它的位能抬高。那比如说电池的话，就是利用化学反应来产生电动势，它有一个趋势，可以把电位能提高，所以这种叫做。有电动势才可以把电位能抬高。其实电动势就是一个化学反，就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，能量转换的过程，它把某种能量转换成电能。然后去驱动这个电子。电动势就是驱动电荷的势。我问一下，我刚刚忘记问了，有没有人是用手机或平板的？尽量不要，因为你会看不到整个画面，然后也会比较不清楚。那我有在我们的这个 Google Classroom 有教学，就是教你怎么设定，得到高画质。我这里稍微暂停一下，我教各位怎么用高画质。